平安，真欢喜，这个主日和大家搁一届见面。伫主内面的欢喜、喜乐、欢喜，是咱大家无论咱有信主、无信主，咱拢爱这个感觉。啊，咱会当讲伫什么时阵，我感觉我足快乐，我足欢喜。咱会当讲，是不是我在工作中的表现，我的一份完成？还是结婚的时候，咱上欢喜，大家人对你欢喜？还是讲我考试，大学的考，高中的考，考了真好，国家是讲中奖，即摆咱讲的金榜题名，这让咱感觉真欢喜。还是讲，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我真欢喜。我特别伫咱有啊，无身体无健康时，我感觉这个身体健康是咱感觉上欢喜的。搁有吼，伫即摆变秋天啊，伫热天的时阵，我会记得五月迄阵，常常拢真热，无雨水，所以我会记得迄阵。有雨水来的时阵，哇！咱大家人感觉怎啊？感觉足欢喜的代志。这个时阵落雨实在是真好。那你当讲这种欢喜的心情，大家人咱拢想要，直直咱拢想要爱，总是安怎？总是毋是大家人拢会当讲，我想要有就有。因为伊感谢的是咱心内。真素，搁有安怎？搁有咱有当时也来受着即个环境的影响，即种是无法度勉强出来吼。搁像咱今仔日的经节吼，头我所讲的，腓立比的教会，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，圣经保罗先生伊伫欧洲所建立的教会。吼，即个教会吼，腓立比即个教会。咱伫咱个地图个中间，你甲看中央遐凹进去个所在，腓立比吼，伊个伫遐吼。咱看，伊这是伊所建立个后吼，即个教会吼。啊，即个教会真特别，安怎特别？保罗先生是讲，腓立比个教会是伊想着就会欢喜个教会哦。吼，有个教会。想着伊无一定欢喜，但是伊讲这个教会是伊想着伊就欢喜的教会。所以伫腓立比书这短短的四章，只有四章尔，欢喜这两个字伫这四章内底出现有六次。但是伊讲这是我想着个欢喜的教会，但是咱来甲倒转来甲想。这想到个欢喜的教会，其实伊这个教会面临着一挂问题。伊面临的就是啥？伊面临是伊周围遐个伊的环境人看到这群人，就感觉无佳，那看到敌人的感觉。而且伊的内部，伊爱面对的，伊是话，头先咱讲是外口，伊内部面对可能有一挂的。纷争，还是因无讲真实话伫内底，所以地家因无法度专心致意来去看见上帝对因的呼召是啥，所以保罗伫即个状况，伊就写即个话呼应，帮助因的信徒，恁爱有坚定的信念来去面对。外靠外在环境，佮写一张批来，互因的信用有佮较会当彼此的合作伫内底。啊，咱会当讲，特别是咱头看所读的即个经节，可能对初信徒，咱拢知伊是伊即个经节，伊是伫对，伊即个经节写开到我咱第五地方所读，伊即。大家字逐句拢真有气力，但是你敢知影？这有气力，佮有法度
欢笑哦。通常咱若伫即个处境的中间，咱可能个真埋怨啊，啊是伫无好的状况的时阵，咱就是埋怨，总是安怎？总是无能伫即个环境中间，伊阁有法度写出遮人快乐、勉励人、安慰人的一个经过一个花伫遮吼，就是安怎？伊讲，伊活嘞，伊撇出嘞，毋茫是安怎？就是伊时时刻刻会当有够野的勇气。伊讲，伊是死，也是活，拢在乎基督来通过我去安怎？去得到荣耀。所以咱人讲，伊的信仰，伊活嘞是以基督做伊的中心，做伊规个生命的信念伫伊的内底。好，咱会当讲，除了保罗，可能嘛有人家己当学习。我会记我伫我新学院的时阵，拢有国际学生来到新学院来修训练也好，也是修进修也好。这是一个三比亚的牧师，吼，伊甲我分享的，吼，啊，伫分享的中间，刚好一礼拜，我上一天过去啊，一礼拜的拜一拜二，吼，中会对传道师的训练，吼，通过牧者，我过一届，啊，伊嘛是用这个例来甲我分享，佮我反映，伫是谈的时阵，谈起个三比亚牧师伊所，吼，讲到的代志，吼。这样是啥？这样可能有人拢知影吼，伊是利文斯顿英国人，总是伊对伊去到非洲吼，有做一挂代志，咱来了解伊这个人。吼，伊安怎？伊伫英国的苏格兰来出世吼，啊，因家真善。但是伊呢，爸母甲伊教导，吼，即个林斯顿有两个方面影响伊真大。第一个就是伊的爸母，我看因家真善哦，总是伊的爸母甲伊教导啥，教导讲你甘愿诚实善，嘛唔好用白菜来喝呀。所以因家吼，因勤俭不吝是因的。好的品格在伊遐，所以伊这人除了休困的时阵，吼，伊真少去做迄种无意义、浪费时间的代志。啊，因为勤俭的生活，所以伊对伊的物质的要求真少。伊感觉用上少的物件来去面对逐工应该来做的责任就好。啊，伊嘛有一个好的习惯，就是伊真爱看册，因为看册的习惯，让伊一生不断进步。来咱就强调啦，伊真敬畏上帝，因为敬畏上帝会当塑造，伊讲啦，敬畏上帝会当塑造人性格的基础。啊，就因为安尼，即嘛，让伊以后。去非洲宣教的时阵，真好个帮助伫内底。吼，啊，咱头下讲着讲，因为因家真善，所以伊爱读册时阵，佮爱做工课。吼，啊，伊真把握时间，所以虽然真慢才毕业，吼，伊到23岁时阵，吼，伊才毕业，吼，慢真济人。总是吼，对伊的人生有真好的塑造伫内底。啊，第二个对伊影响也是伊的吼，朱里厄的老师 Thomas， 即个老师甲伊讲啥？伊即个老师甲伊讲，讲信用毋是咧追求暂时的感动，也是成就。那是爱咱逐天去尽咱的积分，
凡事拢交托予主，予主去引带，安尼你即款个信仰，佮要确实进入你个生命内底，而且脚踏实地基督徒真重要。所以伊就变成一个安静、确实去做个一个宣教师。好，啊，咱会当讲，我咱头个有介绍伊过，对了，咱会当讲，这是伊去非洲宣教。啊！伊伫伊哥格拉斯哥伊学伊毕业了后，吼，伊想讲伊去宣教，所以伊就去安那，伊就去接受宣教的训练。啊，宣教训练，伊逐项的成绩拢真好，都到安那，都到伊的讲德学的成绩外，吼。啊，有人甲佫甲讲安那，讲哇，学伊学讲德吼，佫要走啊，无爱听伊讲德。我伊不只成绩好，佮伊讲，有人甲伊讲，讲啊，甲伊老师讲较讲得吼，即两工我着要离开啊。总是伊学校的老师安怎看？伊学校的老师甲讲，即人性格朴实，而且温和中吼有坚强，大家上海外宣教的时阵，袂去互困难。环境，袂去用迄个环境来影响，所以伊就安尼，等伊27岁接受一学年的训练毕业了后，伊就对即个非洲的南部好望角，对南非遐去，遐去伊就一直行，行去到非洲的中部，啊来个西边行，哦行2000公里。啊，来个为东边行，吼，嘛是1000公里，1400公里左右。你像安尼对安尼行真远路咯。但是安怎，咱来看伊个宣告，伊安尼行，伊个第一啥？伊行唔着路啊，总是安怎？伊行唔着路，但是伊所行出来的路是比伊本来的路搁较好个。所以李文斯顿有一个探险的真有名的经验，吼、哦。伊安尼讲，伊安尼讲哦，经验的3:50-60讲，你爱专心挖去野花，唔通挖去家己的路，伫一切所行的拢爱。我可以，伊要指点你的路，这是伊真有名的目标的金句吼，会食。啊，咱又搁讲，有一届了想，伊伫非洲爱面对真侪困难，搁有一届有甚物款的困难，就是有一届伊为着要传福音的时阵，伊去互狮仔去咬，去伤着。流血，因为安尼流血，所以伊伫遐传福音的非洲的人，就甲伊讲：哇，恁为我流血，你就是我的朋友。总是即林斯顿甲伊讲，耶稣为咱的性命流出血，佮牺牲性命，伊佮他特别做恁的朋友。所以伫迄个澳洲，啊，那伫迄个非洲，拢有即个雕像来纪念。伊即个雕像，伊迄个狮仔夹着，就是伊个左胸遮，迄个狮仔夹着，吼，所以51道的齿痕伫伊遮，啊嘛变成讲，有后遗症，伊变成伊倒手嘛只。一辈子一世人，然后无看到夹起来吼，甚至吼，当个面拢无看到。啊，咱讲伊伫即个时代的氛围，怎啊？有人来批评啥？有人批评讲啊，因为英国人，咱啊了解历史了，咱来讲啊，因为因是啊英国，日不落国，用殖民的帝国主义去统治。有人安尼批评破坏澳
洲的文化，总是咱会当讲，李文斯顿伊和人无共款的是，伊确实会行出啊上帝的听，伊对非洲人的听，啊，这是非洲的人对伊的怀念的家哦。虽然有人有安尼有学问的，有地位的安尼批评李文斯。是对我啊，就是安尼，总是咱伫遮会当看的，伊会听，哦，啊，咱会当看到啥物？看到讲，嘿，伊所行，一生所行的所在，哦，无听过伊的福音的人，哦，到即马，因为伊有能力的人去得到即款的福音，这是。当初批评伊，也是伊家己拢无法度想到的代志。那嘛有伊嘛有讲的讲，啊，这个团吼，因为一个团吼，因个那像个是惊伊一个唔知影的状况，总是伊决定军队，伊家己的一生放伫基督的内底，和上帝来引导。那咱讲，哦，伊当伊。1873年的时阵，伊伫有一届的透早的祈祷，为了祈祷的时阵，伊就安尼过生日，吼，啊，因为非洲遐的朋友真有感，吼，感觉讲伊对非洲的贡献真大，吼，就把伊的心甲伊挖起来，吼，埋在吼西坦波斯这个所在，甲伊心埋葬伫遐。其他波斯主要是非洲的中心，哦，啊，到尾哦，伊个也是蛮重要的，啊，仙姑哦，个伊家非洲的朋友，佮行真远的路，嘛是行千里路，哦，到达海岸的时阵，哦，佮佮伊送到伊英国的西敏寺遐。那咱讲李文斯顿，伊就像咱今仔日即个见证所讲的，所拄到的同款。伊伫迄个非洲的生活，伊要拄到啥物款的状况，可能含咱今仔所读的，也是咱所面对的，有可能是搁较大、搁较侪。总是因为伊相信上帝引带，伊就安尼。一步，伫非洲做了真好个团福音的事工。咱来去看伊伫非洲做啥物真好个事工哦。伊李文斯顿伫当讲是非洲第一个，伊毋是去非洲尔，佮深入到非洲个中部遐去宣教。来佮有安怎？来佮有讲，咱有讲个吼，伊。新学院的时阵，上帝带领真奇妙。伊主要学习新学院啊，伊阁有学习一寡天文地理哦，所以伊变成非洲第一个去遐会当测量迄个非洲甲迄个非洲的河川，啊，阁有非洲的山脉，拢记录真好的人。啊，就政治来讲，咱头先讲伊行真济路吼。有当时要行几路，但是因为伊个安尼真确实，伊本来是要坐牛车去团福音，但是无，伊含牛遐个小熟识个非常朋友，伊来行路。也因为伊安尼行，咱头仔讲个，伊安尼行中间去行西边去行东边，安尼行真济路，变成安怎？伊发现着，我去贩卖奴隶个所在，所以伊嘛是去终止。非洲的人去用掠伊，变成奴隶，去停止伊个贩卖的伊，成做伊个关键者。这是伊对政治的贡献哦。啊，咱来讲对科学的贡献是啥物？你科学讲的是伊真详细去记录非洲的动物和植物的生态。
所以咱会当讲，伊真正是外尊伊头有啊，也是咱所讲，伊咱安怎心，即、這个心中，咱一定是要经历着啊，即、這个上帝，即、這个耶稣的带领是信实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会当讲，哎、欸。当我来信主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哇，我的耶稣有确实是真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时间一久，一去拄着试炼，去拄着无顺遂的代志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工作、事业，当咱去拄着无顺遂的代志的时阵，有可能当初咱去。认捌上帝，咱去跟随上帝的迄个起初的感动就无啊。总是李文斯顿伊伫遮有讲的，伊讲安怎？伊讲要咧用你一生的经验、一生的态度来去跟随上帝。咱咱讲圣经的保罗和李文斯顿，因看起来。在因真无顺遂的环境中间，真无平凡的代志中间，咱感觉哇，这是在真好哦。总是因在环境中间个安怎，因去选择欢喜，因选择伫主内底，不止因选择欢喜的心，那伫主内底去得着欢喜。咱会当讲啥？什么应该让伫主内底去得着欢喜？咱会当思考的是啥物？咱个思考是讲，哎，保罗先生和李文斯顿，伊安怎？因去心内去挂念的是主的工，主上帝的工，伊来内底。保罗伊伫伊个圣经吼，腓立比今日伫咱讲腓立比的中间。在这个别个灰心的中间，伊嘛有去体会。伊感觉伊欠亏时阵，伊无去怪伊迄个环境。伊嘛感觉讲，伊所挖去的，毋是迄个互伊好业的人，是迄个大有亏待的上帝。伊挖去的毋是人，是上帝。当伊知影挖去上帝的时阵，伊决定同款。无同款的境遇，无同款的状况，来去有一个超越的眼光去看伊的环境，有一个超越的眼光，去看伊所面对的，伊有一个超越的眼光，会当知影伊的环境所予伊的是要搁较深的，予伊明白上帝的内面。当伊有安尼。我念主的行过时间时阵，伊就要去靠主去啊，站伫在，站伫稳伫内底。咱通讲，当伊有即款的想法的时阵，伊有超越的眼光伫内底，所以伊要伫安怎？伊要像伫诗篇所讲的讲。你只是我的活命的道路，在我的面前，我要满满的欢喜；在你的正面，我要有永远的快乐。所以，因为伊有这两项的关系，所以伊伫咱伫主内底，那像个诗篇十所讲的，伊去得着满满的欢喜，因为知影上帝。甲保罗、甲利文斯顿比的，啊，咱讲到遮，咱会讲讲，这是属灵的伟人，我无法度，因为我毋是保罗，我嘛毋是利文斯顿，总是咱会当伫即个经章，咱会当伫基督内底学习啥，咱会当伫基督内底学习的是。对这个经章，咱会当去想，咱会当学习的是哪？咱是不是当
帮助有好的关系。今年的七，今年的三十九的七十到九十安尼讲，讲我所求的有两项代志，是啥物代志？伫我还未死之前，唔好予我伤过好业，嘛唔好予我伤过丧容，搁予我虚假和白痴。离开我，免得我你甲我写到上帝的名。哦，这今年的作者实在真有智慧，哦，讲安尼话，因为安怎，这两项事，伊有虚假和白痴离开我，哦，无予我送香，嘛无予我好业，行落。听了我想过吧，唔捌你，无可能啊！当咱下互助的时阵，当咱感觉咱家己够完全，拢会当掌握一切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就离开上帝，嘛有可能想过送香，哦，自家去接到上帝的名里底。所以其实，咱头我讲的今年三十九、七十甲九十这些。这个是这个智慧的作者，伊向上帝祈求的信心。伊向上帝祈求是，我爱向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伫这个内底。伊知影讲，凭伊家己的努力，无法度安怎，无法度去避免引诱，只有安怎。咱只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当咱下家己努力去达成、去完成的时阵，咱有可能咱的未知，咱家己唔知，这拢是我靠我家己的教，我家己的才情才有法度的。咱无法度去面对的是安怎？是上帝完全的带领、完全的引导。所以咱伫今仔个经济内底，咱会当学习的。是安怎？和主有好的关系，予我伫无论伫啥物款的艰苦、啥物款的境遇，我袂有埋怨的感觉。我袂讲啊，我即摆感觉我事业无啥顺利，工作无啥好，我著看这袂顺眼，哦，看迄人讨厌，袂，因为我和主有好的关系伫内底。当和主有好的关系伫内底时阵，就要真做是，咱就要真做是健康的基督徒。当你有一个健康的灵命伫你的内底时阵，你就知影知足伫内底，因为安尼，你个因为知足个法度为你，为你伫面对各方面的环境。地球就会为你带来快乐，在你的内底，你袂因为看这个人比你搁较好，看这个人事业比我做了搁较好，看这个人青头啊比我搁较悬，还是讲啊看这个人比我搁较水，无，因为咱有安住好的关系，咱有一个健康的灵命，咱就要有一个地球欢喜的心。咱来当讲有这个知足，有好的关系的时阵，咱得着欢喜，伫内底有喜乐，咱嘛要安怎？咱嘛要伫这个内底，伫这个对咱的心的内底唱出来的欢喜，去安怎？去感觉讲，我的一生无只有安尼，就亲像《丁子规》，亲像保罗同款，因为。当因甲上帝三个三度的时阵，特别有无同款。咱敢讲哇，我毋是亲像伊，但是咱伫生活中，咱就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咱毋是讲，咱信主了后就等咧救恩伫我的性命内底就安尼落。
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，拢有真特别的计划，真特别的使命伫你的内底。无管你咱的年纪是大还是小，无管咱年纪即马是中年，还是即马是甚物款的状况，你感觉你伫无好的状况，上帝就无要使用你吗？无。保罗咱讲的，圣经的保罗写这张批的时阵，是伊伫信仰中真正无好的，总是伊写出才有气力的。话，才有气力的话来去安慰人，嘛去安慰着真济历代的信徒伫中。啊，咱会当讲，咦，有当时啊，你的体验会感觉讲，哇，为什么是安尼？为什么上帝给我的是即款的方式，即款的？经历总是咱来知，菲律宾的教会，因遮的信徒有这个机会，透过因所拄到的代志，为家己去转化有无同款的勇敢伫因的内底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四章的十三节。伊靠着对上帝来跪啦，对基督来跪啦，伊凡事拢会。这是含别个基督徒，含别个甚至是迷信者的人是无共款的，无共款的命运，无共款的健康。因所了解是安怎？因了解基督是伊的跪啦。毋是一个口号，毋是一个表面的，伊真正了解基督是伊的血力，是伊内底的转变。伊真正了解是基督是伊安怎，伊所信的是一个搁活的主伫伊的内底。当伊去信讲，伊所信的是一个搁活的基督的时阵，伊就信心来去。面对着无同款的环境，无同款的经历伫遮，咱会当讲的，保罗伊这是伊的体验，伊予菲律宾的信徒会免的，相反嘛是同款免的啦。伊安怎？伊讲的，靠着我的伫主内底，我凡事拢会，而且当你。借着这个困难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你要有一个超越的困难，来去得到上帝对你的应允，上帝对你的帮助，上帝对你要予你的生命的丰富的遮，咱做伙来。充满怜悯、搁大快乐的上帝，我知透过这段经文是保罗伊伫加勒所写的，伊伊在痛苦的中间，总是伊写出这勉励人、鼓励人的回信。主，我嘛知，阮达人有伫无同款的境遇、无同款的状况，总是。当阮深深的相信，当阮相信的毋是表面的，当阮相信的是一个搁我的主，必伫我的内底做我的引带的事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求你帮助阮伫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无共款的境遇，无共款的状况。主，阮要因为你的带领，阮要伫阮无共款的境遇的事。我的朋友愿在努力，献出我的感谢，献出我的喜乐。主，你若帮助我，伫你的信心的引导，搁一届献出去，对我内底献出，予我有对你来的活力，而
伫阮的中间，伫阮的环境内底，我们大大对你感谢、阿乐、讲主啊，你是阮所有，你是我的喜乐的源头。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。